5月26号，有网友爆出 TFBOYS 组合成员王源参加声乐比赛的照片，照片里王源唱歌认真，动作规范，表情严肃且投入，看起来很是专业范儿。虽然王源现在已经是十足的人气王了，但是在学校里却依然保持着一个平常性，不管多红却依然能做到内心如此平静随和，这也是众多粉丝爱慕乃源的一大原因。特别佩服王源的一点就是，不管自己多红人气多高，在学校永远保持平常性，一点不浮躁，依旧和同学玩成一片，学校的社团活动各种比赛从来不落下，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小 idol 啊。一眼看到了王源，偶像和学生生活两不误的 boy， 上得了大舞台，参加得了学校社团活动，芒果捞新闻小编也早已真爱转更爱了。 Thank you.